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to war.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我们出的书《藏中港台对话》收集了2014到2016西藏研讨会的对话及论文。在2014这一年，我们有请世界维吾尔组织的副主席，世维会的副主席，在日本的伊利哈姆来。他那一次跟我们详细的讲述昆明事件，就一个维吾尔人的看法去看中共官方公布的昆明事件的这些资料，他提出一些反驳。因为这样子，我开始注意维吾尔到底新疆自治区发生了什么问题。原来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在1944年的时候，就在苏联的扶持下，曾经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它建国，或者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国，在伊犁、塔城和阿山三区有一个革命。但是呢，它后来因为要用蒙古的公投来做比较的时候，后来苏联放弃了，不再支持这个。那所以这个东突厥斯坦的共和国建国就不了了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和平解放了新疆。那中共政府的政权，它就取得了亚洲的中心。这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平静，在1962年还有一个伊塔事件，据说有70万维吾尔族人被杀。在1966年到1976年就进入文革了。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80年代，中共政府的少数民族的理论是从苏联那里接收起过来的。那大家说它是第一代少数民族的理论，它对这些少数民族有一些优惠政策，让它自治啊，成立自治区等等。所以中共的政权里面，以中央民族学院为主体的这个第一代少数民族理论，它成立了一个产官学的民族工作的共同体，一直延续到90年代。好，文革到76年之后，那文革结束了，1979年这一年，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可以进到西藏去看一看西藏的现况。那1980年，胡耀邦他了解西藏和新疆的情形，他就颁布了西藏六条还有新疆六条。那不论是西藏六条还是新疆六条，他的意思就是少数民族应该要扶持他，让他要有少数民族应该有的这些自治优惠，那汉人应该把这个新疆还给新疆的原住民。所以在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也通过了。这时候胡耀邦的这种比较宽松的少数民族的治理的政策，使得汉维这民族的关系是比较和缓的。但是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有五国独立，这让维吾尔族人新疆这里就是有一线希望，因为他们跟华人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人种，不一样的民族啊。于是这91年开始，各个维吾尔族的各个团体山头林立，到
2001年有一个上海合作组织，那中共政府就定调在新疆问题是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还有分离主义，这三股势力由境外来指挥的，所以有四个维吾尔的组织都被定调为恐怖组织，但事实上这四个组织里面有三个是国际上并不认为它是恐怖组织。那到了90年代末，马蓉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民族学的学者，他就提出了改进的第二代的民族理论，他是认为你应该取消优惠，取消这些自治，不要把它变成少数民族，应该把56个民族通通叫做中华民族。然后他有一个点啊，取消这些自治区优惠的所有政策，要把民族的差别通通给它消除。然后他有一个双向移民，把汉人移到新疆自治区，把维吾尔族人让他们到汉地去，这样子混居通婚，这个民族就会不见了，这是他的政策。那他的政策，马蓉的政策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宪法第四条是规定各个民族都享有语言文字的自由，还有维护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个有少数民族有区域自治和自治权等等。而即便是违宪，马蓉的这种混居双向移民得到了高层的欣赏，而且开始做。这个决定让原来和缓的民族关系变成了民族的冲突。所以在我们会注意到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就开始有，你看西藏人还有维吾尔族人，他们就想办法让世界国际能够看到他们的困境。那西藏问题是因为达尔玛是领导，那新疆维吾尔族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像达尔玛这样的精神领袖，达尔玛一再的用中间道路和平非暴力这样子在教导他的子民，所以你没有看到什么一些暴力冲突。可是新疆在北京奥运2008年的时候，他四月有一个大规模的示威，他八月有喀什的袭警，还有库车的爆炸。到了2009年，就发生了乌鲁木齐起舞事件。所以前面讲这些就是原因跟近因了。那10年前，2009年的起舞事件呢，它的导火线是在6月26号，在广东韶关的传闻，有汉族的女孩子被维吾尔族的强暴，所以呢而引发。那这个传闻是25号的传闻，26号呢就有大约有1000个人汉维两个民族之间斗殴，造成了汉人有31个人受伤，维吾尔族人有89个人受伤，死亡的呢维吾尔族有2个。这些都是官方发布出来的新闻资料。那对汉族来讲，他不满意，为什么会纵容这些维吾尔族人呢？对维吾尔族人来讲，为什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在偏袒汉人呢？这从世界国际的眼光来看，这就是汉维两族之间的民族冲突吗？那7月5号，在乌鲁木齐有1000个左右的维吾尔族人就起来示威抗议。那这个民族冲突，国际这样看，在中共发布的这个新闻里面，把它定调在暴力犯罪，就是那三股境外势力指挥的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是他这样定调。不过很好笑，他的《人民日报》里面，
他 有一个标语是说，民族分裂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他否定这是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他的报纸又这样讲。那对世维会，热比亚领导的世维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他们的看法就是，我们原来是和平抗议的，是你武力暴力镇压，而且他们觉得也是有10000个人，不是有1000个人。但是10年前的7月5号，不像最近香港的新闻，我们是很焦虑、很担心在看那个新闻啊，12点到了要清场，那会不会清场呢？会不会有流血事件？是我们都有直播可以看，那当时没有啊，在新疆乌鲁木齐哪里可以让你直播看得到呢？总之呢，这个民族问题，他是7月5号1000个人。中共定调它是暴力犯罪。到了7月6号，中共政府就实施戒严宵禁。那世维会就指责说警方开枪。这时候死亡140人，受伤有828人，这是官媒的资料。到了7月7号，有大约100多个维吾尔族的女人出来示威抗议，那汉人就开始报复。到了7月8号，新疆自治区说要对伤亡抚恤，大概要1亿元的经费。7月11号，公布死亡的人数里面提到说，汉人有137人比较多哦，维吾尔族人只有46人比较少，还有一个回族的人。到了7月18号，确定死亡有197人。那世维会这里根据他们民族的族人这样了解，是应该是有600到800个人死亡，失踪有200到300人。那资讯不发达，就双方各有各的说法。我也算了一下，如果死亡的是197人，抚恤金的话是21万，这样子只有4000多万。那受伤的人就是给他1600个人受伤，每一个人补助3万块吗？这样就差不多。还是说受伤的人没有补助那么多？那是不是意味着死亡的人更多？那如果受伤的人也没那么多，死亡的人也没那么多，那是不是有人 A 了那个抚恤金，上亿的抚恤金？这个是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到了2014就有昆明事件嘛，这时候民族的冲突啊就更加剧烈了。2016年，陈全国担任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所以在7.5事件之后，到2016年又是一个转折，因为陈全国是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调过来的，所以他把西藏自治区高压殖民控制的这些各个手法，就复制到新疆自治区来。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西藏都发生过。我有时候发现，听西藏的朋友讲，有示威抗议的事件的时候，马上就给你停电，马上就给你停话，马上就给你断网路，你消息你都出不去。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陈全国到新疆担任党委书记之后，大家从去年开始就听到有那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去极端化的条例的修正条文，还有要再教育营。为什么会有一个修正条例呢？原来是在2018年10月的时候，去极端化的这个条例，它修正了什么条文？我念给你听：如果你
散布极端化的思想。如果你穿戴罩面的罩袍、蒙面的罩袍，如果你非正常蓄胡，如果你以证明来宗教狂热，还有你拒绝国家的政策，那样你都叫极端分子，我都可以把你送到在教育营。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就看到维吾尔在线他的网络的新闻里面有拍一张，我印象很深刻，你穿戴民族这个蒙面的罩袍，你是有碍市容观瞻，是这样子在做民族少数民族的管理的。中西藏和新疆都是中共治国的难题，这种压迫性的民族融合的政策是治标不治本。难道他没有想好好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吗？你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讲到王全璋，他这个人权律师，他被判刑四年，他叫颠覆国家罪，对不对？中央民族学院伊利哈姆这位大学教授，他因为组织了维吾尔在线，他也是颠覆国家罪，就是网络上po维吾尔族的新闻。这个伊利哈姆这位教授，他被颠覆国家罪重多了，不是四年而已，他是无期徒刑。那帮他做维吾尔在线的编辑的这些小孩，这些硕士班的学生，我印象很深刻，一个被判了八年，一个被判了七年，另外一个被判了七年。做一个网络的文字编辑也要被判这么多年，一样的颠覆国家罪，新疆人和西藏人被判刑就重得多了。我们到中国去，我一个朋友最近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这个是常州的小地方，那朋友去常州玩，下飞机第一件事是查你的 hand carry 的书包，有一个那个书要来检查。朋友就说我这个是旅游手册，而且我还是买简体字版的旅游手册，我还是要查。所以钳制他的思想，钳制人民的思想，不能让人民看书，这样子的国家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在向秦始皇焚书坑儒看齐吗？